是朋友还可以问候，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，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。牵牵手就像旅游，成千上万个门口，总有一个人要先走。怀抱既然不能逗留，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是朋友还可以问候，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，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。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，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，也为别人而流。